如果已经退伍结训了，就是已经当完那四个月的打扫兵了，那还有16个礼拜呢，就是当兵生活要剪。因为我每一个礼拜回来休息的时候，我就把那一个礼拜做的一些很荒谬的事情全部都把它讲出来记录下来，所以就那有点像纪录片的东西，日记纪录片的东西还在剪。那因为我的硬碟快要爆满的时候，要赶快把它伸出来，所以应该最近就会伸出来。那这一支影片也是一样，就是生活影片，一月的生活影片，退伍之后的生活影片，就是有拍了几支影片，开心的拍几支影片的幕后啊，然后还有去就回南部，回台就是台中高雄就玩一玩，这样子各种开心荒谬的事情都来跟大家做分享。这样耶，哇塞，这水太烫了吧，不要赶快走。哇，这是什么情况啊，真的是会烫伤了，要命哦、喔！这超烫，我手都红了。别给我烫死！要继续玩呢、啊？可以，小心有很多。你要踢他？妈，你就会说。台中的路很大耶。竹节。谢谢。卖牛排，然后待会就把它放到热水瓶里面加热。歌妓宴哦，歌妓宴哦，看来是有新钞，大家都在领钱呢。口令机哇，这里有五个字，你怎么只有四个字？这是 N 呢？口令机哇，对。那个是挡起来是在干嘛？让你摔倒。牛车牛车，哇牛！我已经站到最佳观赏位置了。有一整排乌龟，超黑的。我怎么会吃得饱？馒头肚。抓住抓住，是哟。你知道吗？没。1,2,3。哇，190的下面。我们这还没有过关。拜拜！车祸，车祸！哇！我飞起来了！假发手，是不是有点热？你可以不要穿外套。觉不睡觉，觉不睡觉。学功效应。有点热，有点累。有点热了，吼。塞好塞满，对啊。我要12号鸡爪冻。太大了，太。Let's go。浪费了一下电。